文比好了吗？请问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样的改变？一直到今日，你对我仍然带着敌意与憎恶，仁至义尽，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傻呀！你对侯强所讲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父王，今日是你的兵单，害伊无灵，无法为你举行祭礼。金陵医一坛薄酒，聊表孩子的心意。一年了，孩子尚未取回王权，父王已遣散王叔的大仇亦未得报。经信者，苗疆将可能因孩子而灭亡。孩子实在无言以对父王，在此向父王请罪。历经颠沛流离，体验人情冷暖，受尽铁锹欺凌，孩子总算受一点仔成长。现今的从容，是乎能让父王宽心欣慰。孩子生活得太慢，如今也只能以这种的方式与父王相谈了。父王，身为王，你学会过吗？孩子怎样？父王，你活得并不快乐。即便既为此顶峰，你仍然无可停止积极追求，期盼着一份无可能的认同。父王，孩子仍然深爱着你，但是一段甜甲纠结，无以排解的情愫，诅咒了你，母秀、汉天宽、叔父以及孩子。这无端的悲哀，如今终也是走向了尽头。当年事件的关系者，也只以下汉天宽以及下一代我。一生过去的恩怨，就让伊过去吧。也许孩子无可代父王向韩天阙做出弥补，从容金陵最高的，也只有对付这件事情了。做得上好的一件事，就是嫁出了一个好孩子。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该由你接手发挥了。